小画儿，好久不见。我可以接下这单生意，替换所有的核心零部件，达到国际要求。你为什么还要帮我？因为你是我兄弟，过命的兄弟。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陈红军了，他现在是被资本彻底腐蚀，钻在体制内的一条蛀虫。